今天是出去玩的日子，而我一如往常又要迟到了。我今天穿的超级夏日，但是今天的英国超级不是像八月的夏日那样。但是 What can you do？ 希望等一下到海边天气至少不要给我暴雨就好哦，不然我真的要修图修到很累。像去年有一次去 market， 真的暴雨到无法修图，我们直接躲到就是店里面。希望今天顺利。天气不好，我们现在要先提早订海鲜拼盘，就是他要吃的。不知道订哪一年，大家都不做攻略。我们今天来 South End 就是为了看这片海，然后远处那个木栈道的地方就是这边有名的海上小火车，它超爆慢，我们还可以拍照。放晴了，耶！夏天，是我们的生蚝，哇哦！超超级，如何？呼呼，还可，但我觉得是大的，是肥美的。对，肉是 OK， 只是甜度还好。它没有，对，它没有像我在上那海边吃的鲜甜。鲜甜，但以它就是这样，这么大，还可以的啦。对啊。好可怕哦！年纪越大，做这个越害怕。How do you feel?